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早饭也是午饭，现在十点一刻，鸡蛋裹馒头，这是藕，这藕什么都不搁，就这么白嘴吃。这个是好像是猪肚吧，老张？对，猪肚拌的，这老家拿回来的，可好吃了，搁点蒜，搁点生抽醋，就是昨天晚上剩的小米粥，就是一紫薯。这是什么呀？你端过来了？哦，昨天是剩的西红柿，去微波炉里热着去。那个呢？米粉粥。嚯，真够丰盛的。有的粉丝说我对你不够关心，让我给你做点好吃的，看我俩多能吃，全部吃光，然后还要吃这干果，最后一点了，这桶吃完了，补钙的，这是维生素 C 钙片鱼肝油。哈哈哈，太爽了，街上还是没俩人，就我跟老张。老张头，请我吃什么呀？等人，等人，我请你，得了吧。老张，请我吃饭，嘿嘿，一碗虾仁馄饨，五个肉串，齐了，快点餐。老头点餐，扫码点餐，扫码点。哎，这人扫啊，快扫。他说他没钱，给他扫吗？随便。我把你看看得了呀，我这大过年的你还舍不得呀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没钱呀、啊，没钱就是没钱，快点吧。还挺帅，老头儿。老头儿，你可真是帅。行啊，坐上。他给我端来了免费的咸菜，免费的橘子。他点的肥牛。菜可以添加，要不然你就要点菜去。先吃，先吃，哼。好，谢谢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好，好。我不吃饭，我吃菜，我吃肉。看老头吃多香，嗯。我的馄饨，虾仁馄饨。我天啊，真的，这是柠檬，哇！哎呦，买点牛奶。杜鹃，几天没有喝鲜奶，就跟几天没吃饭似的。现在有鲜奶，爱喝鲜奶。哟，鲜奶没多少啊，3元的没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兰。北京冷的呀，越来越冷。我这外边这个是一个毛衣，就是年头久了，就跟那小毡子似的，特暖和穿着。有一个粉丝说：“兰兰，大过节的你穿个黑的毛衣，要不你穿个灰毛衣？”得，我里边今儿穿一红的。今天哈，张哥他老看我视频，我昨天视频不是说了吗？一年到头你都不陪我出去啊？他昨天不是没有陪我出去吗？他看视频了。今天一睁眼他就说：“你说吧，今儿你想去哪儿，我都陪你去。”呵，他陪我去了，我还不去了呢，齁冷的。粉丝说：“兰兰，你出去你就下午2到3点钟出去，早上你别出去。”我说：“成嘞。”10点多才洗起来吃完饭，我说我中午出去玩会儿去，溜达溜达，就困了又睡。昨天睡6个小时，今天睡了4个小时。等到起来以后折腾折腾，就到晚上吃饭了，我也懒得做了。我觉得我不宰他一顿吧，我就不平衡。大过节的，家里什么都有，他告诉你干嘛不在家里吃饭，非要出去吃。我说没那么多为什么，你就跟我走吧你，我就给他拽走了。等他那个付钱，他不付，到了我请了他。有的人肯定就觉得哈，你说一个男的，再说我们俩吃的又不是什么高档的餐厅哈，你至于吗你哈？一年到头你请媳妇儿吃顿饭是吧？你要这么想的话，你肯定生气。我原来就是啊，抠了吧唧的，又不浪漫哈，吃顿饭，你要是真是有的时候你要抬杠，你要是。哈，你要往那死牛角尖里钻，你钻不出来，你这顿饭也吃不香。其实真是咱们中国人吧，很多时候都是哈，尤其像我们这年代的人，不是那么乱花钱，都会攒钱，从小恨不得就攒，最后咔嘣没了，这钱指不定给谁呢。你说两个人辛辛苦苦的组建一个家，什么你的我的呀，分那么清楚干嘛呀？我不上班那么多年，都是人家掏钱，不管是什么吃了穿了用了，包括我跟孩子的，都是人家出钱。你现在有钱了是吧？
我也稀里糊涂的，我有多少钱我也没数啊，我这钱他都给我理财，他给我都取走了我都不知道，到现在给我理的多少财，我有多少钱我根本就不知道，你说你叫什么汁儿啊，不就吃一顿饭吗？他就觉得原来哈，我说你都付钱，现在你怎么老让我付钱呀？他说什么啊，你跟我分得那么清楚，我也跟你分得清楚点儿，所以他就跟我叫上汁儿了啊。那你嗨，这两口子哈，你都那么你的我的，你不天天怄气天天打架吗？所以他不付就不付，反正我的人你的，你的我也是我的，我就是一笔糊涂账。最后我们俩抠了半天，抠我们自己，最后还都是孩子的。你看多少老人都那样，最后孩子为了那点家产吓得头破血流，恨不得谁跟谁都不走动，干什么呀？这钱花了才是钱，当然咱也不乱花啊，反正我们家正是太抠，一分钱都舍不得花。哎，不知道给谁留着呢，给他闺女呗，是不是？我就想得开，留什么留？哼，像我们也不乱买衣服，是吧？就吃还吃不了多少，还抠了吧唧舍不得，还干嘛呀？我还出去为这点几十块钱跟他闹气儿，不知道的。以前我跟他闹过气儿，我现在觉得特冤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那两口子分那么清楚干什么呀？什么事儿都是一样，稀里糊涂的过，都弄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你就生气，你就钻牛角尖儿。嗨，钱花出去才是钱，你给人家花了人家高兴，你给自己花了自己高兴，是吧？你搁在银行银行高兴，这钱你花到哪儿搁到哪儿谁就高兴。行了，今儿就跟大家聊这么多。别分着哈，两口子别分的你的我的那么清楚，打架不和睦。好了，明天就初七了，该上班了吧，大家都好。喜欢兰兰视频的给兰兰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请点赞关注哦。